现场点。好，快一点过来。好，大家在边上啊，在这边上。好。这个。这个呢叫什么图？叫做数理恩重金变相，就是说，就是我说那图上在讲题说，把它说什么法？就是说后面这四个法，其中这一个呢就是父母恩重金变相，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咱们佛其实呢都是有孝心的，都是有孝心的。他从这几个呢来说明，咱们这些人呢都是。